想都别想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关心阮梅又跟你吹了什么耳旁风，想关停模拟宇宙，门儿都没有。黑塔，这是我的决定。提问：我们为这个项目投入了什么？上百个系统时的时间，一整颗星球的资源，还有全宇宙最先进的技术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？未知、疑惑和一连串的报错。最初，我们为模拟宇宙加以定义，希望创造一个能够窥探星神行迹的微缩世界。可现在，它正在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。模拟宇宙需要错谬，这是你自己说的话。现状明明完美符合，你怎么就不满意了？我欣赏知识的奔流，但不认可模拟宇宙永远只是代办事项上的一纸合约。黑塔，想一想，这个项目它给了你多少惊喜？再想一想，它给了你多少失望？模拟宇宙从不会让我失望，让我失望的是你，罗斯。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你现在就像一个蠢材俱乐部的家伙。黑塔，我无意质疑你，也不会否定你曾为模拟宇宙做出的努力。只是我希望给予知识和灵感更多自由生长的空间。够了，你不想干就退出吧，自己去跟剩下两个人讲啊，把你的技术也一起带走，我不稀罕。我可以去找阿德里安·泰勒，可以去找艾普瑟隆的红笔老人，甚至可以去找博士学会，至少他们不会中途撒手跑路。罗斯姑母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觉得你就是块冰冷的铁。